辈子最讨厌别人骗我，更讨厌别人玩我。给条生路吧！你找死啊！这是个机会。沈佳颖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对我不负一点责任吗？我一张条就能搞定。你咋给我留的门风吧？我有一百种方法的。我本来就不是你的，他要你就给他嘛。一个亿，一个亿。出来，给你父亲保密，听到没有？我跟李连杰一起买回去。违法。你要是再不说，我让你下半辈子只能演鬼片儿。